啦，取车。白色的 minivan， OK， cool。加州的夜景，这里现在已经10点多了。就从下了飞机到真的拿到车，花了1个多小时。哦，加州时间11点，我终于入住酒店，来一下 room tour 吧。非常的不错。OK。睡觉，明天见。好啦，我现在要出发。今天外面还感觉挺凉快的耶。今天的目的地是 UCLA 跟圣莫尼卡码头，不是很忙的行程，所以可以慢慢来。耶、yeah。Stores building. Okay. There's an office in there that says Campus Stores. But yeah, that's where you should go.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Have a good one. 给你解释。啊，那个就是他们的打卡圣地，对。对，就是这个。可以啊，真好拍。Hi, Sway. This is for PhD, right? 就是博士。You could do a self-guided tour. Oh, cool. So here it tells you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ps and all you need to know, and then as well in the back.OK, cool. 对 ，library. 哇，这个好好看，好漂亮。对，大部分都是红砖建筑。对，这种学校特色。不是每个学校应该是这个。对，就是这个。我们只是绕了一圈，它现在在外面的维修。这里还蛮好看的。哦，我还可以走到那个上面去。这本书叫《Made in China》。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最标志性的那个台阶，对。哦，还挺有意思。UCLA 的狗盆。哎，这还不同类型的。对。我们是要怎么样？在前面。这里不让进吧？在前面拐吗？看，你看它。鸽子。好多鸽子，好肥的鸽子。好肥。
贴满了钱啊，那个那是。我放在这个地方，人家还说 do not put money no more。这个它是不是应该放生啊？不把它放了，你看它把它放了吧。Hello， 今天是7月18日。昨天我们去了 UCLA 跟圣莫妮卡码头。昨天很累啊，昨天很辛苦开车，这边真的很堵。UCLA 人也很多，来参观的人非常的多。因为我没有预约那个 school tour， 所以就是我带领着他们在学校里面。UCLA 的校园非常的大。我们只走了它的 Central Campus 跟一点点 South Campus，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像体育场我们都没有去。昨天天气还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点晒。 UCLA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人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一些是来看学校的，但是有一些纯属就是来旅游也要去那个地方打卡。我们去了它的 Powell Library 那个图书馆，但是非常的可惜，它中间的那个大厅最漂亮的那个地方正在维修，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据说是这个图书馆是在 LA 好莱坞拍摄一个非常名胜的地方，但是我们进去了它的侧厅，也挺漂亮的。听说 UCLA 的伙食很不错，他们的食堂、学生的活动中心有很多不同的餐厅在那里，有专门做寿司的店，有专门做中餐的店，所以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学校。我们就在校园里走，发现很多 LGBT 的支持社团在那个地方。 UCLA 的那个 store， 他们卖商品的那个店非常的大，各个品牌的联名在那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学校的主体颜色就是蓝色跟黄色的那个搭配。如果你没有约到 school tour， 你还要自己在校园里面参观的话呢，他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用。他在网上有他们的地图，你也可以到他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去拿一个他们的地图，非常的清晰明了。它的位置呢也是在相对来说市中心的地方，离着海边圣莫妮卡码头开车20分钟。今天是第二天，我们会去南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的影视制作专业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也去看一看南加州大学。